咱们以后这个聊戏活动成为这个是咱们一个阶段性的，就是一个月咱们搞一次，然后呢每个人以主讲，一个人主讲，其他人提问，然后大伙儿聊的这种形式，然后每个人大伙儿的注意这下。翻掉毛，这个看这下襟整整齐齐盖在身上，倍儿干净。而且这个掉毛之前在他的那个甩发过来这一下，其实就一圈，你看着跟好几圈似的，特别火爆。之前在这一边，看这边。唱啊唱啊！